山谷间回荡的晨钟，是佛陀内心的呼唤，呼唤着离家的孩子。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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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咱开始各位，咱二观菩萨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好，咱请方丈。好，那咱这期呢，咱有增加的这个课程叫义工培训吼。我们这个二观的这个培训呢，义工是谈咱技术会当做义工，法师嘛是做义工啊。所以这期间的这个定义吼，咱先首先先了解清楚。啊，清楚以后呢，咱就一连串的一个课程的这安排吼，包括呢，咱伫寺院内底、伫寺庙内底，咱嘛需要对一个佛事的规矩、习俗的了解，哦，才会有一个这个错误的观念吼。因为毕竟寺庙。咱的佛事的管理方式，甲这个制度，含咱一般的这个公司啦，哦，这个工厂的管理呢，有共款的所在，嘛有伊差别的所在。那么差别的所在伫对，伊共款的所在伫对。简单讲，共款的拢是爱有制度，无论是寺庙也好，是工厂公司也好，伊这也好。管理甲经营，那么差别的所在伫对理念啊，最大的差别伫咧，一个叫盈利单位啦，一个叫非盈利单位啦，安尼对无？所以咱的时候定义叫做非盈利单位啊。可非盈利单位呢，所以政府有了解到啊，这个时候他们做一寡小的供应，所以他给了我们免税的哈，免税的一些条件甲优惠。你盈利单位本来就营业税啊。所以咱寺庙袂咧扣营业税，就是这个原因啦。哦，咱寺庙有收入嘛，啊收入咱有咧做公益，所以哦，咱所以甲伊同款的所在，当然有制度，只是制度分别安怎行。理念，那为什么非营利单位爱安怎来经营？有伊原因，伊甲有伊关键。啊，首先吼，咱先了解到这个啊，义工哦，伊性质。伊个内容，然后呢，互咱清楚了解着咱个理念，啊，包括呢咱个道场一挂职务个管理，哦，职务个即个，哦，伊职事个称呼啦，吼，啊，即称呼哪个称呼，啊，所以咱先了解着即个即个内容以后呢，啊，接下来我们会来去分组，哦，我们再分组。哦，比如讲啊，咱是毋是爱来分？哦，来看到咱这个哦，训练的这个过程啊，咱来分组。哦，当然咱男众，哦男众，我们要做金刚护法。哦，咱女众的最基本的，我们有资兵组。哦，资兵组，我们有接待组。哦，啊，当然了，咱有关怀组。哦，啊，甚至呢，咱大了，咱所有相机组。虽然咱现在咱现时啊，各班有这个。哦，各班的这个轮作的职务，但这个相机组有另外相机组的这责任，哦，恁该安怎来做进行？哦，还行，哦，这日子啊，哦，日后呢，我们再做一个，这个详细规划，哦，再来进行，再来进行。那么义工，人家讲过去前心中拢捌讲过一句话，伊讲呢，这个义工啊。伫佛寺内底啊，无如出家，无论在家啊，义工上大啊。伊讲义工上大，为啥物安尼讲呢？这上大，毋是大势的大，是伊力量的大，伊功德的殊胜。安尼各位听好无？毋是我义工上大啦，啊，你是要搞安怎？哎，毋是迄个大波大波的大啦吼，毋是迄个，毋是迄个吼。这个大势还能大，不是，是他的力量大，他的功德殊胜，哦，这样我们才啊，
所以，赶快去过一下地图，比如讲咱的一部经叫做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对不对？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的大，意思赶快嘛，这是什么？众多。那你刚刚是不是要很多？你刚刚在说众多的意思。大还有什么意思？殊胜、胜利。这个胜利被称为殊胜，殊胜嘛。所以像鱼竿呢，鱼竿更好的地方啊，屡创佳绩。比如讲，具有发挥。比如讲，咱的文化人，各种文化人，拢需要讲得住，需要鱼竿去完成的一个发布，一个得救的作，一共就殊胜啊。所以有众多。有殊胜力，所以他们老不要会说我体根雄多，我雄多会多，那变成哪？变成负面的，变成什么？慢，傲慢，那就不对了。不是，所以我们要看破邪显正，破慢，破除我们怎么样？现在的这个对待众生服务啊，还在对道行的这个。帮忙合作，破除了咱无数的依赖排心，先进了咱的书写功底，实则为书圣地。啊，你听有无？所以讲这个，已经想太多，是大方广佛的那个大的意思啊。这个大的意思呢，你这样呢，先跟咱建立的一挂这个清楚的观念。那尤其。在咱这个台湾的佛教内底啊，各道场拢有鱼竿，由于无同款的制度啦、称呼啦，条件无同款，因为是以制服的去分级数啦，哈，啊，比如讲啦，吼，比如讲啦，制服分级数，这是各道场的这个推动的力量不同款，但咱这是以大众，伫这道场内底，咱用什么种的态度、资源去了解到，鱼竿所培养出来，诶，咱的心性的这种，爱安怎来建立？所以鱼竿还要做啥物代志？鱼竿还要做代志太侪。这方面，去完成任务，这比较较属于经常做的嘛。其实我唔捌看过话，咱经常做的，不用做义工，到尾去变平义馆啊。我家己组织来开一间嘛，我不过，我讲看啥拢袂晓哦。那就安尼，去伫做场啊做义工咧，啊甲人去对上街嘛，感觉袂歹，啊就看人咧扶持做场咧叫我师傅。那我也可以呀、行吗？人道又造呀，那对不对？其次，那其实算那个最初的发心一定要给看掉。当然了，我冇付出啦，付出，我只讲冇付出。虽然付出的意义，伊的价值是对，咱一定爱。来评比以后呢，做这件代志啊，比较较顺利啦，较清楚嘛。所以为道场诶，伊个性质比较经常道场，所以鱼竿来说用无同款。啊，为啥教育道场？教育道场呢，伊咧做诶即个内容性质呢，嘛比较较无同。伊教育道场啊，伊就较比较较侪需要是即个公关啊。
需要一个服务组啦，甲接待组，因为来师资学生比较较侪，所以这方面诶培养呢，嘛是需要，哦，这比如我属于教育组的，我也是主先，我道场哈，伊个重点啊，哦，放伫这个主先，哦，做慈善公益的，所以咱伫这个关怀组的，哦，这个居家关怀啦。哦，或者这个社区关怀啊，这方面呢，义工菩萨呢，就需要大量的培养，哦，大量来去培养，这就是慈善的。那当然，伊若要搁细分呢，这个工作呢，当然是真多，哦，当然是真多。所以你看，每一个道场，同款拢道场，同款拢拜释迦牟尼佛，同款拢供养阿弥陀佛，可是伊所做内容奈遮多。这就是世尊伊个观点嘛，众生根基无共款嘛，因为根基无共款，度化个方法就共款无共款。但是最究竟，从基本的所有方法，拢是希望众生会用得到最安稳的生活。那么最安稳的生活呢，有分做世间的安稳，甲出世间的安稳。世间的安稳，伊就至少这些呢，会减轻到伊的烦恼甲痛苦，叫做世间安稳。出世间安稳呢，叫做究竟解脱。哦，有进入到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有进行进的进入到这个菩萨地，伊足清楚，伊免阁遭受轮回之苦，叫出世间安稳。伊咱是伫一面号叫做不受邪诱，叫出世间安稳。所以咱。义工菩萨先生来了解到一个，这个理念甲运用在咱的这个服务的工作当中啊，把佛法的理念呢带进来了，你会身心清安啦。会感觉讲啊，原来安尼做，会当有这么大的反应甲效果，利益到这么侪需要利益的对象，除了咱家己会当受到的。这个帮助着大众以外咧，咱家己本身嘛也受着利益。所以过去呢，我嘛捌伫道场吼，就是上过这个所谓的义工培训吼。当时我所用的教材，毋是用这个教材。当时呢，我就以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的进行品里面吼，以三财童子五十三参吼，来做这个教材吼，哇，内容较轻啊。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嘛，善财童子本身就是一个菩萨啦，童子就是菩萨，不是囡仔啊。童子啊，那善财童子，那是讲咱个这个是讲啊，童子去参就是囡仔，不是，伊是一个菩萨。哦，你看咱从这个咱这上药师经啊，文殊师利发王子啊，那个主是菩发王子，是菩萨的意思，童子嘛是菩萨的意思。那么现在东主呢，五十三参当中这个内容，你看，你无论面对什么种的人，无论面对什么种的宗教，无论面对什么种的境界，伊从基本拢会当来成功。那么伊什么当成功？发菩提心，行菩提愿，发菩提心，行菩提愿，然后圆满菩提。所以到最后呢，第五十三章，第五十三位就是禅王，就是啥？咱个普贤菩萨，普贤菩萨，普贤菩萨内底这十大愿哦，就是有为这个哦行愿的这个内容。所以咱义工菩萨的精神呢，咱个咱个精神导师啊，精神导师呢，就是咱个善财童子。善财童子，你善财童子一天天就要去参学，去参学的时阵呢，伊面对着伊的师长，互伊足侪种的考试，互伊足侪种的功课，啊，伊必须要呢，安尼一步一步去行动甲学习，袂当有任何有没有所谓的退道的这个念头。所以善财童子啊，在《华严经》内底呢，
伊成就菩萨，那迄是菩萨的修行，菩萨的修行，所以义工啊，本身就是咧向菩萨道。那过去达赖喇嘛吼，那台湾的伊曾经称赞过台湾的佛教非常的虔诚，而且伊特别赞叹哦，台湾的义工啊，都是菩萨。他说台湾的佛教义工啊，就是菩萨。虽然因藏传佛教对这个佛法佛教呢非常的重视，会当讲整个的环境啊是政教合一，信用本来就足坚定，但是伊来到台湾有两处的因缘嘛，接触过台湾佛教的时阵，感受到讲哇，这么的热络。哦，秘书恁阿妈做嘞吼，哎呀，阿妈做在看遐热闹，遐济人，伊个金针，遐济人安尼，我感觉，迄毋是迄个气氛的金针，迄个用心的接待服务，对付我的迄个亲戚，我感觉非常感动。所以呢，伊感受着讲义工菩萨的这个精神的伟大。伊一直到目前为止啊，一直在突破的，要让藏传佛教得以有比丘尼的传承啊，一直想方法哈，这是老人家的用心，一直想这个方法去突破。但毕竟政教合一哈，难度很高，一直找不到那个传承啊，因为中间又断层过了。他们有比丘，但是就是没有比丘尼。埃及要找这个方便哦，所以曾经呢有派人来跟咱台湾去学习，去讨论着，这方面概率的问题，要怎去补足着，哦，这方面的这个不足，还当顺利来推动着藏传佛教的比丘尼传承哦，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成功，还在努力当中，还在努力当中，所以但是咱今年。有藏传佛教的，有要来咱这修改嘛？当然，来咱这修改没有问题啦，来这修改没有问题啊。来咱这要顶端修改，没有问题。那首先条件就是你要听得懂中文啦，啊，你要听有中文啊，你要听有人咧演咧啦，才稳重，那戒体才会成就嘛。啊，所以他们也要克服这个问题。但是喜欢到底是不是能传承，这是他们一直在顾虑的问题。那么成立了比丘尼僧团之后呢，会有什么样的利跟弊哈？你们爱评估啊，所以还没有一个很明确，所以还是一直不敢呢、啊，不敢去进行哈，不敢去进行。但是为什么一直用这东西是老人家以菩萨的发心啊，这个发心。啊，这是这个题外话了，跟各位谈到，所以讲这段话啊，是要甲咱赞叹啊，身在台湾佛教的，不管是比丘尼，或者是我们的女众菩萨、优婆夷啊，你们福报很大，甚至大过我们比丘了啊！为什么？全世界啊，最大的比丘尼神团就是在台湾，真的。那个能力啊，无论是能力，无论是伊的才华各方面呢，都很殊胜哦。这有人伊啊，就台顶讲课的拢比丘尼较济呢，迄比丘拢强到比死有多好伊啊，所以讲比丘的较骨力些。不是讲就台顶讲课比丘尼无好，不是，我们是谈说。这是在佛教的一个奇迹，我们可以称它是奇观啊！你可以去藏传啊，或去南传啊，或你看顶端的功课的，拢是比丘，你看不到是比丘尼啦，因为就没有比丘尼哈，更不用讲有在家上就台顶功课的机会，更加不可能。可是你台湾，它就是奇迹，它就是奇观。第一位能够到台大哲学系当教授的法师，就是我们的比丘尼恒清法师啊，了不起啊！啊，
当然啦，咱有一字吼，佫较优秀的 BQ 啊，就是咱印顺德师吼，伊毋免去日本留学，变摕着日本的博士学位。哦，迄是伊功力啦，迄是他的功力。后来伊伫文化大学，伊伫文化大学呢，开一门课叫做玻璃学，哦，玻璃学就是不正经哦，玻璃系统的一些哦，一寡即个经典。当时教界诶法师当中有开放人去听过，哇！迄教室坐到板板板，连窗仔门啊，都有人伫遐坐。当时还无中华佛教研究所，就是华普山的这个前身，有一个中华佛研所吼。中华佛研所前身就是伫文化大学内底吼，文化大学内底，伫一阵就是当时伫遐开的课，哇！迄好惊到啊！我连这个财经课程、土木工程，我连法律课程，拢无遮济学生，啊！你这古话，我哪会遮济人听这句啊？这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惊啊！总该可停掉，啊！不承认佛研所的学历啊！所以只有平安翁的东西，还是这个戒严时期了哈。宗教公信用主义啊，还是有它的限制。平安翁的只有出来外靠。他成立的一个叫做中华佛研所，从此呢，佛教的学位就在这个时候消失了。那时候麻烦，只是让你开一年两年，啊，就课啊你停掉，无你说太济人了呀，势力太大了。啊，当然是这个政府官员呢，政府官员当然这个信仰基督教的这个地方比较较济，当然惊停掉。停掉都无代志，停掉都到近吼，中华咧，伊到最近这几年才又有法规比较宽松的吼，有通过有大学内底可以成立佛学院，叫做佛教学院呐。啊，佛教学院呢，名义上有佛教学院，但实际呢，伊的上课内容并没有佛教的味道，有佛教的课程。但是不要求你爱做功课，比如讲有咱的早课、暗课，有出席、有规矩没有？你可以睡到自然醒，你可以，今天想来上课就上课，不来上课就请假，但是毕业了以后，佛教学院，所以目前对。我们比较正规的佛学呢，有受到蛮大的冲击啊，蛮大的冲击。所以做这进做这，咱读佛堂院啊，迄佛堂院是咱进做参政官讲啦，国家佛堂院，因就是这种大学的佛堂出来，不要早课，不要暗课，不要上经。当然，不是讲一定爱要上经，但是你不要上经，就不像个出家人嘛。最简单的理由，你希望咱人爱上经，我不要求问，但是你都不要上经，就不像个出家人。就很简单的道理，就是趁着你台湾的佛教的这个法师，我想讲你另外吃菜，你伫台湾你就不得不吃，就是安尼嘛。你只要你也吃菜，人感觉你是邪教啊。虽然戒律内底并无安尼，这并不要求，但这是讲一出家人的要求标准嘛。所以你看入境随俗，这个藏传佛教、南传的礼拜，就是爱配合着咱的生活习惯，哦，生活习惯。就喜欢了解到这个台湾的一些文化，所以咱目前的道场啊，有分做几啊种的性质，有分做几啊种的性质哈。这呢，稍等一下，咱有这本这个教材哈，这圆光佛学院出版的哈，这个东西呢，这一本书我们有一起努力过哈，有家己个丛林的规矩，因为毕竟底下有这个教学。需要和学生的了解中年的规矩，所以这一本呢，小小的一本呢，但是还蛮清楚的哈。啊，为什么咱义工啊，或者咱法师啊，现在很多法师自己不知道佛事里面的内规在谈什么，执事是什么？因为有人进，跟过去无同款，过去职务拢是足清楚，但进比较啊较开放，交流较侪，很多的错误的讯息怎么样，会太近了，或怎么样？很模糊的啦，很模糊，真的很模糊，很这样很模糊的是，你知道到底这个时阵来做啥？
道场的规矩安怎来，安怎来维持，安怎来运作。所以呢，嘛需要咱做地基跟菩萨，咱共同来成就。那为什么台湾的佛教这个基金的成就啊？这蛮感谢着这个各方面的人民成就啊。首先，咱感谢就是戒律啦。为什么？我们北传佛教的戒律里面哈，有一个规矩，就是未受大戒者不得看大乘戒律啊，听我意思吗？就是你不是 BQ， 不是 BQ 你，你就袂当去看 BQ 你的戒律啦。别人去看因的经册内容嘛，啊，所以咱就做者 BQ 你，伊要做的规矩内容，咱无了解啦。这是伫台湾这安喏，伫咱北传佛教这安啊吼。现在大陆也有这方面的规矩嘛，是不？但是在这个男团呢，没有，他要求你什么？每个人都要读，为什么？那目睭金金，看伊咧创啥，唔得就甲报。哎，无共款啊！伊唔对，伊就看哎，所以讲南台的法师哦，中昼以后食饱以后，无人敢出门啊，无人敢随便出门。伊就伫乖乖伫家念佛时，都要用功坐禅念佛。哦，除了你有功课，有课程，甚至你我伊袂去看咧，可能伫家落雪，都不会。为什么？你叫出来卖，而且时阵你发出你不用功，你搁有食用时间出来才是。哎，他们会跟你举罪哦，这就跟你讲了、啊，不供养你，除非有客人。啊，比如说啊，昨天来了他是鬼，哎，一直啊，换了咱前几张，啊，咱这个汉传的这僧服，啊，这有人客，开眼了，哎，开眼时咱有发咱咱。阿叔会用药性吼，啊，像阮阿姨哩，阿咪出门啊用药性吼，伊嘛唔敢用咧，因为他们穿的是男穿的衣服，他们就坐底下，目睭看你金金看看你食，伊就是袂当食。我阿姨来啦，哎呦，食啦，这个食啊，咱唔知嘛，那个叫来做食，袂使，我真正就当然出代志啊，我是安怎？哎，他们就讲了这样的规矩吼，咱了解。好，那因为安尼呢，伫咱北传的佛教呢，为啥物咱有这个义工，吼，咱爱在这个了解，就是咱原来，咱虽然无去甲看到这个戒律内底写啥，内容写啥，但至少咱知影讲安怎去扶持着道场，哦，咱的法师也好，和咱的义工，哦，咱的道场的这个运作会当安怎顺利进行，所以才有什么，我们称为的一个什么，所谓的随风平移也好。哦，在唐朝时代称它为清规也好，因为什么应变的方法，应变的方法，所以有义工来，啊义工来，伊道场的需要，所以为什么讲叫做随风平？伊道场的需要，所以就去训练着，哦，培养出着伊需要这个义工的这个任务甲责任，所以特别在台湾佛教的义工啊，很强，真的很强。哦，好，这是一个。哦，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，先介绍咱前阵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下讲义，那讲义拢有无？好，我就讲两个简单的呢，啊，这几来介绍哈，这个好，咱来看哈，这义工团队的意义，义工团队的意义，义工呢，咱来道场。咱拢来做义工，但咱对义工的这个用词、这个意义，咱认识偌济？咱认识愈济愈清楚，咱的行为、咱的工作就愈清楚，才不会迷糊啊！你当不当的，我是义工上大，迄个大尾大就走出来。我变那只是上舒适，迄个意义在在。才会产生出来吼、哦，好，所以咱来看义工团队的意义，对不对？当咱咧帮助别人的时阵，咧帮助别人有介侪种，
并讲有人来到道场啊，对这个青素唔怕变那个引导，所以我们想要引导主。但像有个人拄初初来请亲近就有够，入去到大殿看主持迄位，我来就要拜啊。啊，咱会记啊讲，哎，袂使拜，啊，咱要安怎讲？哎，袂使，袂使，我了规矩，你袂使，你是啥物时阵了袂拜吼？同样在辅导他哦，但我只讲了较夸张啦吼，因为这为着好个吼，所以较夸张吼。我说我们要怎么样去引导他？哦，我们要有引导的方法。哎，咱有哎说啊，菩萨，这样哎，我们有时候比一些手势他会知道的哦，所以这样用好。所以呢，哦，咱要该讲咱的帮助吧，还是看着当初修出来下课的时阵，看着人初在道场的时阵呢。所以有些人那什么，所以我们这个课程讲完之后呢，我们安排这个美姿美仪啊，你别看很快的，没吹牛，我那家里边大电，每天每个看了啊二架啊，啊，来看来，你不可能放恁啊恁兜迄个六兄弟，我来看伊，伊面穿着滴型的啊，哦啊无就安尼放边啊砰砰砰，啊无就是这样，啊你别创啊。我大电表弟要不要家己摇？我咧做义工的啊，我说我甲讲，啊你会使无？袂使，啊嘛袂使先笑笑甲喙去倒，嘿嘿，你在上不上？嘿嘛袂使，我就为了效果夸张一下。但是就是有这种人，有没有？有无？你拍谁讲啊？难免拢有啦，难免拢。啊，那你拄着做这种人，所以那个美姿美仪啊。美姿美学，美姿美仪，是这个学问怎么来？你能看得力，威仪就是佛法，威仪就是佛法。威仪就是佛了，所以咱参像咱这次咱要开这三堂大殿，很多就是来学什么威仪啊。那出家人哎，三十六天啊，伫道场内底严格训练，他在学什么？学威仪啊！威仪行路、食饭、受戒，啊，要安那迄威仪为内心内底产生出来态度，我学佛的态度，我要求受戒体的态度。拢为威仪来啊，所以威仪有伊个层次分足得几袂？你在学法的威仪的态度，跟我们在服务大众的威仪态度，是两种不同的性质，但是都共同在怎么找到安稳处。一个是求法，比如说啊，我去亲近师父啊，我要求法的迄个态度，诶，威仪。那就说，说后面跟你做给我比较好嘞，然后不是那就觉得这求法之心怎么不肯亲，所以在求戒的时候，一些威仪或要求，他特别严格，严格的对，要让你发真诚心。好，这是个人用胸向上的，那一种是什么？向大众的。不是像那个贫穷，不是，不是讲啊对善解人在帮助，不是，那是像大众的用大众迄个心，是看到人在来得钱，首先就要不用怎样欢喜心。这个欢喜心呢，不是我较欢喜的，我欢喜安讲话啦、动作啦，用产生的压力那也不行。不是我心情就袂歹，说我讲话较大声。啊，即个阮兜，阮大家都啊，都大家都作秀的时候，讲话就较无禁忌，会使嘛？袂使？怎么谈？谈到什么角度？叫做恰当。好多话叫做拄啊好，超过嘛袂使，不足嘛袂使。为啥物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咱人啊人就产生这嘴啊，口对口哦。怎么样的让他能够顺啊？这个风口甲风口会顺啊，安那未顺就小气啊。所以这种需要训练，拢需要培养，所以威仪是佛法。所以这个啊，我们慢慢去思维，慢慢去思维哈。好，咱来看哈，因为呢，
当咱来帮助别人的时阵啊，咱看到对方，看到对方哦，很真诚的，很真诚的，啊，很感恩的，哦，真诚感恩的笑容。真诚感恩的笑容呢，哈，干干对应的，哦，阿姨呢对佛法，啊，和对这个道场呢有信心。咱看到哎，伊头一届来，哎，伊后一届又过来，哎，然后呢，只要咱的道场有发挥有活动，他会继续来。这个继续来绝对不是我们用诱因让他来，我你来弯刀，你弯刀合作，弯刀合作，你赚多少钱？啊，有一抗议啦，赚不到钱，看你要安怎交代？你听我意思无？不是用诱因讲你弯刀，拜完就准财神呀，拜了吼，明仔载就得乐透，安尼你家己就先拜啊啦，免等到别人拜，不是用一些乱源现象。去吸引人，还叫做行为庙，听好不？什么叫做行为庙？就是非用佛法理性去吸引众生者，称为行为。你是拜行为嘛？人来较侪，咱行为较旺咧，哎，因为钱收较侪咧就好啊。但是错了，我们非盈利单位嘛，非盈利单位是当然都是好大众家己有信心来，但是信心的是咱对于。一太多，会感觉到讲佛法、佛教是这么样的温暖，这么样的踏实。有人曾经咪讲，你今日用神通度一个人，迄个人咪因为神通离开你啊。这神通吼，我甲比咧都产生哪样？咱的电池的电啊，电池的电哦，一开始足有电吼，足强的。啊，用一段时间就安那，会无电呢？甚至若品质较歹吼，半钟头就无电啊！啊，无电要搁充电咯，袂赴啊！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杜绝？所以咱今年我们这个内政部吼，有发了一个公文，叫做我们要宗教寺院补偿。宗教寺院普查吼，哦，咱大家就嘛知影一件代志。这个宗教寺院普查，伊就是要让符合到着你的道场的人，会当来合法，哦，无论是土地建物，哦，拢合法。咱人家是一定拢合法啦，无问题。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？因为真济所在呢，借用着宗教寺庙的名义，啊，做出一挂非法的代志。所以他这叫做什么？叫做宗教治病专案呐、啊。讲白了是这样，只是无公开要背啦。安尼听无？社会有治病扫黑专案哦，宗教也有治病扫黑专案呐、啊。你不如法不好不好话嘞，比如讲你山坡地袂当人去，你硬要甲去，安尼去叫人来关说，较早会使啦，就唔通啊啦吼。爱护台湾吼。这个环保意识哈，啊，这行政说来了解，这实在让我们要了解。所以道场，我们护持的是正法。所以道场上这人，那呢，我们在接种，哦，咱是用啥物力量让他进来？当然我们会有，要让人来到这个道场，会有一些吸引他的地方。但吸引他的地方呢，都是比较正面的。比如讲，心灵的环保，哦，心灵环保，或者我们来一些纪念品的小礼物的，那是一种纪念品的，啊、哦，那种互动，哦，这个都可以，哦，这个都可以，但是呢，不能用于怎么样非正法的事情啊、哦，这一要麻烦你做这，一这个一来啊，看到台湾佛教有很多人就借用的这些。怪力乱神的一面哦，真的到最后都怎么样？都出错的状况，都
都出多些状况啊。这近几年来，我们也看到的这个社会报纸都很多，都出了很多的状况。所以帮助他是让他在佛教里面找到安稳处。哦，这点咱大众的爱去记，让他找到安稳处。有的人来是有梦当啊，烦恼当，那我们就教引导他，哦，怎么样疏解一些烦恼，哦，疏解一些烦恼，哦，好。所以呢，当咱帮助着别人以后，咱看着对方呢有精神甲这个感恩的笑容啊，咱家己嘛会感觉快乐啊。这就是什么？大众对佛教、对佛法有好感，甚至呢，咱家己的人又来到这个佛寺，伊袂感觉惊吓。所以门面很重要哦。你看咱透早起床。啊，嘛爱洗手、洗面、刷牙、洗脸，门面嘛小整理理的。啊，不然呢，安尼吼啊，火沙沙行出来，哼，你若半夜走出来，啊，有人惊着吼。所以咱嘛门面爱小整理一下，你叫做咱的笑容。我们门面很重要，门面有两个，有两层。第一个是我们。咱家己，我们信众也好，法师也好，法师也重要。我是法师开的，最后你来啊，不行。法师当然有法师的一个他的威仪在，但是呢，其实法师呢，我能感觉，这个找不到安稳处，那也要检讨一下了啊。这真的也是要检讨一下的了。这一对绰号来讲嘛。当然，他纯粹有这事爱分呐、啊，不是每一件，不是每一件代志拢甲主持杀最上高，主持面相拢上歹嘛。迄种主持面相较好看的啦，有人较少啦。你头前的代志，人拢处理较好，后壁主持面相就好看。啊，头前代志拢处理袂好，主持若出门面相就无好看。啊，这一定是啊，所以这当然有规矩，有道理。那第一站、第二站位安怎处理，啊，哪有他的规矩？所以一般丛林道场里面都有一个方丈室，这个方丈室呢会离开，大雄宝殿会有一段距离，而另外一个是一个方丈室，哦，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方丈，这个方丈室有它的另外的用意，哦，第一呢接众，哦，第二呢度众先开始的所在，小餐的地方，哦，这个跟课堂不一样，哦，课堂就是知客室，哦，知客室呢。啊，有信众来，有疑问，有疑难杂症，吼、哦，知客师，哦，就先去了解，啊，了解伊情形，感觉伊无法度处理啊，啊，他在网上，哦，去呈报，哦，看请当家或监院，哦，想处理，伊个无法度处理啊，哦，再请住持和尚，啊，住持和尚个无法度处理，迄就是福报。那就是福报，大部分啊，我都处理会给他转介啊，你得到对间道场哦，哎，对这个法师哦，他应该可以帮忙你。所以以前的道场的诸耆和尚，他们会怎样？互相往来，互相往来的观念是对，不是在变大势，不是在变关键，其实啊，伊的专长就这方面，啊，伊的专长读华严经，伊的专长读净土经，啊，伊的专长就讲经开始。伊专长就是经藏佛书，然后伊要华严经，我这华严经在前面，我可能无介清楚，啊，我要帮他转接。但是袂使惊讲啊，这个吼大咖，啊用轻描描啦，一早都无这个问题啦，一早拢无这个问题。他就转过去啊，那个法师很清楚，你今仔日下当学习的都是啥物人的因缘，和你去做成就，所以你必须要去怎么样？回馈感恩，哎、欸，他们都会有这种教法，可能可能进这个属性高有我们都还是真的要啊，去了解前提嘛，吼，去了解前提，好、哦，举这几个例子啦。所以当然看到啊、人来到道场呢，啊，经过着咱对的这个哦态度服务以后呢，哎、啊，有面对着笑，咱家己嘛感觉快乐了，这个就是关怀主。比如讲，咱的助念团。但左良团在第一时间，是不是能够让家属感到安稳？我前几天，也刚好礼拜天，我们也在上课嘛，
那我堂兄，一位堂兄住在美国的一位堂兄哦，突然病发往生了。病发往生，他就催我，我的上课没有接到电话。啊，要请我个辅导，看哪用，安那处理代志。啊，家属拄着这种代志，手忙脚乱啊。哇，啊，着三职工啊，高进部啊，着意见出来啊，大伯安那做无啥啥。啊，这当然是因缘啊，我刚好无用，无去个处理着这样代志，后来就也处理了。让家属也觉得压力很大。它是一种一起集中，这是什么病菌哦？死亡证明写不详哦。突然的飞机，他不知道是从哪里回来的飞机，就整个肺部肺部积水，哇，肺部积水就不久啊，很快的时间哦，大概两天的时间啊，对，现在解剖嘛，解剖查那个是啥物病菌啥物啊，现在啊那也好薄，就这样。哎，死因不详哦，死因不详，但知道是有肺部积，但不是人家伤害，像这是一种不知道什么病呐、啊，不知道什么病的，哎，这解剖，哎是，他今年还都60岁哦，伊喜欢到来底哦，为一个读博士的哦，啊，住伫美国，过年才退休。哦，这也算接辈啦，接辈，哎，很久好几年没见面了。伊今年才想讲啊，倒来吼，要带伊爸爸过美国住一阵嘛，啊，未赴带，未赴带，家己就先倒去报道啊吼。啊，家属拄着这种代志的时阵呢，最需要的就是宗教的安养，宗教的力量。结果迄个时阵找我，当然嘛，毋是袂当怪啦，即阿那有。所以甲你讲，这段时间安那有个人福报的存在啦。但一旦咱也了解时阵，免咱起来辅助。但是拄着这种代志的时阵，声音足济，要哪处理？还是家己的乱。所以我们法师呢，哦，或者我们佛教的单位，要有一个观念力量，安那去处理。第一修身，咱怎么啊？啥物人会当做主？下面两样产生这些代志，我们先就让他先谈一下，告诉他，这个整个现在最重要哦，一开始当然是先做念嘛，哦，先念佛啦，让安抚家属的一个情绪。啊，产生拄着拄到公安堂上，哎，爸爸个弟，哎，爸爸是安尼哦，哎呀，当庭护你啊，这承受不了打击啊。伊到整个经济拢靠这个咧建吼，哇！安尼一日得甲共建起来，伊真正唔知要安怎啊！真是傻在那里了，知道吗？啊，人来只是经常常念念，卡尾经念念咧，红包念咧就走，其他是领导的代志啊。啊，中医的遐甲敲来敲去啊，这身体的解剖啊，的采样哦，化验啊，什么，就瘫在那里了，所以。佛法既然是可以帮助众生，这个时阵佛法里当有人什么种力量？就助念团，助念意义，助念，不是我坐遐念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哦，搁两点钟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搁剩半点钟，唔是安尼，唔是好好负责，阿弥陀佛，搁老古好，所以。助念呢，除了跟对亡者的助念以外，还有对阳上家属的怎么样安抚，这都很重要。这将来我们在分组讨论的时候，我们再详细的解说啊，不得讲了，可能还有三个月啊，这个就是这样。这几种来说，哎，面对的几种，第一个，请爱心和家属不要乱，不要慌，啊，先安抚一下，然后先助念。大概都想怎么念佛念佛的呀，啊，再来处理哦。这礼仪公是什么的，我们在这个哦，啊，请他们怎么安排配合，这样就好了。8个小时，大家心都比较静的，亡者心也静的，阳上者心也静的，来谈什么都好谈。一开始就被安那边安那边的惊，我以为那个在外印象，我真靠阿公阿妈啦，往先护啊，西公来念了念了，啊，我记得我阿公阿妈就一挂。
阿哥啦、爸爸因阿哥因拢会拍一寡机嘛，是创啥？拢会抽迄钱吼，抽拢六钱吼。奇怪咧，要封顶的时阵钱胖见呢，我想拢无。后尾我就想讲，咱拢无人甲我来往吼，迄西孙啊，就啊念念念，手就伸入去，啊就。恁听有意思无？你敢听？我一直念念念，你加给我大趁钱哦，啊钱就入去啊，恁听无？伊都来讲，哎呦，恁哦爱甲爱抽吼，爱会订个抽买钱。还有老七块钱啊！哎，家你看，这做这风俗的一些啦，这我都不要搞这些名堂，不要先搞这些名堂，好奇怪啊！啊，有一挂反正就挂一挂物件，哎，叫叫的时阵拢无去，我呀吼，有熟悉的这个后面的朋友吼，我讲哎奇怪了，伊讲啊师傅啊，我跟你讲白啊。伊就是爱拍啦，哦，原来如此啊！所以佛教真的，我们就很单纯的，很单纯的啊，很单纯的啊。这当然这个题外哈，好在两位有几个在掌控啊，在掌控。好，再来咱看哦，虽然咱在这个哦帮助到人的，咱家己也感受到快乐哈。这是啥？从义工的最深。直接的感受，义工啊，咱佛教内底有一个叫啥？受想行识，迄个受感受，感受即个受是有苦受、乐受，甲不苦不乐受。咱伫帮助大众，迄个受，我们不是苦受，也不是乐受，也不是不苦不乐受，我们是怎么样？对啊，怎样哈？不是世间的乐，它是一种啥？法喜之乐。什么叫法喜之乐？四无量心来的有些慈悲喜舍，就是喜无量的那个喜心，真的喜念成就。喜心成就，慈，咱四无量心慈，给众生快乐，苦拔除众生的苦。当然，接受大众帮助大众以后，我们后来自己会怎么样？那个喜是什么？自然的，主人啊，自然踊跃出来的，自然跑出来的。你看这主人啊，是啊，那种法喜。你会怎么样？一直不忘，那叫做法喜之乐，哈、哦，法喜之乐，哈、哦。我们了解的这个，在佛法里面的用词。所以我们咱这个义工，还是咱法师好，当然去帮助别人，看到人有这个有精神、有感恩，咱最直接感受到的就是我们自己。我们看到他安稳了，我们的法喜之心也上来了。这就是佛法，他就带上来，那就是形成了一个默契。那这个默契呢，它将会成为一个什么修行的力量，就是团队。团队就是一个人一个人，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心的力量，团结做伙，叫做一个团队，有共心啦。那讲团队，以咱真的，咱比较较熟悉的语言就是，会共心。在佛法里面，我们称它为此心为菩提心，哦，此心为菩提心，哈、哦，好。所以呢，咱这个义工呢，咱继续来看哈，义工呢是什么？是爱的群体，把这个什么这种对服务的精神，这个爱啊，刚刚谈的这个爱，不是对世间的爱，这个爱就是慈悲喜舍的，四无量心的慈悲喜舍。哎，为什么要用爱这个字？咱比较较容易接受到，哇，慈悲，哇，祝福高的用意，很佛法的用语，很佛法的用词，爱，爱并没有错啊，但只是我们用这个爱的力量，
用什么种方法去甲推动？哦，所以才讲啊，爱，也就是实际上是群体把这种对服务的精神的爱，转化为对自己的家人、朋友与同事的爱和关心，并能够提升呢，啊，到对世界不同宗教信仰及各族群的尊重、慈悲牺牲啊。所以呢，同时呢，还要传承中华传统文化，以及化解人心的冲突和灾难。好，让这个世界呢充满温暖，还有什么喜悦？这就是义工。不，它的广也层面这个从自己到整个的世界层面，为什么？这就是我们经典里面有一部经叫做《慈心经》《慈悲经》，《慈悲经》里面有一个修行观法叫做慈心观。慈心观啊，就是四无量心、四无量心、慈悲心者、慈心观的修行。这比如讲，哎，我要来咱台湾个人家要来做义工，咱就是家己要做无心，就保持什么快乐的心。比如讲，哦，今仔哪一个丢我啊？哦，哎，脾气也无同款。哎，哎，哇，真快乐！今仔丢我要来为大众服务的心，哇，那个心啊，我快乐。当我在快乐的时候，我看到一切，看到我也快乐。不是人看到我会惊，愿我快乐，愿我没有烦恼，愿我没有痛苦，愿我远离灾难。把愿自己快乐的心，然后怎么样带给大家？当你看到每一位，也希望他怎么样快乐，没有灾难，没有痛苦。啊，你在这个环境里面，我们希望怎么样？所有的一切人都没有痛苦，远离痛苦，远离灾难，远离烦恼。就从对自己，然后到哪？到对别人，然后到自己的亲人，就是慈心观。所以为什么义工修慈心观很容易成就？义工哦，最伟大的地方，最难修的地方，但那最伟大的地方就是慈悲喜舍的舍念成就。像咱人前咱的年龄哦，大家都修慈心观，里面还要修到什么舍念成就，下念成就啊，都顶爱好持。啊，哪边个做义工，要出钱也要出力，就是舍啊，就是舍念。但很不容易的地方是在这里哈。